秋莎说装备怎么说、啊、聊聊二狗可以。老王首次回答近期的热点，二狗秋莎和呆瓜的问题。只能说这件事二狗是比较纯粹的。首先我只说他的目的是很纯粹的，他只是个人意气，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不夹杂任何的利益。渣哥一直对我们有点意见的最主要原因是曾经他跟一个别的人谈装备聊得不太开心，然后把那个人和我们弄混了。他说我应该早找他，他说他因为这个事生了3年的闷气，就是损误会，呆瓜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啊，不想打了。老板呢也是最终下达了一个决策，就是再找一个人帮呆瓜，就是呆瓜和小飞以外呢还会有一个新的指挥啊加入。这波资源是130级的刀剑专场，只因号主是喜欢四法青云的情怀玩家，要求老王为其指剑定刀剑造型，希望圆梦无级别大光。第一车是小风残月和灵犀神剑，谁料开门红鉴定出一把41敏捷的不魔小风。第二车是魏武青红和小风残月，这第三车连弹成就鉴定出多个蓝字特技。跑壶也废话少说，我们快速欣赏结果，看能否为号主圆梦成功。可惜这数车鉴定完虽有个别小惊喜，但却没有大收获。